哎，谢谢谢谢。太子，太子，您可别瞎说啊，您这啊，害怕。哎呦，谢谢谢。行了行了，好了行了行了好了，谁太子妃啊？啊，您别瞎说，谢谢各位啊。哎，这个很长时间没有和大家见面了，太长了啊！而且我们哥俩说实话都好久没有在一块合作，得有那么半天了，得半天啊！上午还对活来的吗？哎，那可不止。嗯，上回我们俩在一块说相声，也是在这个剧场。什么时候？2年前。哎呦，特别的有意义。嗯，就说今天这场演出是时隔2年。又站在一块儿了，你看看。而且今天还有一个什么特殊的意义呢？什么呀？是这个郭麒麟告别相声舞台，一个纪念，知道吧？哎，你看都不知道吧？今天向大家宣布啊，马上我就告别这个舞台了。因为观众也不惊讶。哎，确实。哎，怎么是这个反应呢？是好像我好像早就告别了一样，是不是？观众感觉你早就告别了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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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之前没有正式告别。哦，我还抱有这么一丝残念。还有点残念，还希望他能那个保留在这个舞台上啊！但是最近把我摧毁了，为什么呀？真的啊，不为别人啊，啊，血泪控诉，都有血泪了都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控诉德云社，你干嘛呀你啊？控诉德云社，绝对的。哦，你要继位是怎么着？我，那不应该告别。你要控诉了你啊？我要控诉。怎么控诉？为什么要离开这个舞台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这么多年了？一直让一个傻子跟我在一块说相声，真的，我忍了11年了，我到今年实在忍不住了。不是您等会儿，您说谁呢？你看他这话都听不明白，你说他是不是傻子？是谁是傻子呀？什么？你说谁？咱俩在一块合作？你不说相声，因为我是傻子。对呀，你看这理由多有说服力啊！那你早怎么不跟观众说呢？我早还有一线希望，我以为你能救好了呀。我以为能把你治好，没想到没救没有。谁呀？你怎么了？你老不演出，回来就这么说啊？你看，因为看见外边的世界，看了好多聪明人啊。我再这么一想，为什么之前说相声总是得不到成功啊？嗯，就因为跟你在一块合作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说实话啊，咱啊，这个事儿归事儿啊。嗯，虽然说咱俩不合作，咱俩还是好朋友。嗯，交情应该该怎么练还怎么练。哦，还有这行人呢？哎，多废话呢，毕竟我们俩是发小。您各位我呀，啊对啊，咱俩是发小。您各位可能不知道，我们俩其实上学的时候是同班同学。我得蹲多少班呢？我跟您是同班同学啊，你知道吗？不，真是小时候总在一块玩嘛。啊，您说那个相声补习班？对呀、啊。哦，那会儿我们在胡同里就我们俩一块玩，孩子王。哦，我孩子王。我们俩正经是那个光着屁股跑到大的。对，这都不是开玩笑。我们俩小的时候真就光着屁股在胡同里跑。小孩嘛。那年我6岁，他21。我是流氓啊！我是什么？21岁还光着屁股跑？可能上永定河那儿洗裤子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打那年我就劣迹了，我跟你啊，对，你就是搭着那会儿照相功能差，你知道吧、嗯？那会儿我们就在一块玩，哦、就一块玩啊，撒尿和泥的交情嘛，好嘛，我撒尿他和泥，对，是吧？脏不脏啊？嘿，自己跟那做陶艺手工啊，不是好，特别巧。嗯，所以说关系其实还是不错的。就是这关系啊？关系还是很好的，只不过呢，就是我哥哥稍微他这方面他欠缺一点。对，我21光着屁股嘛，那肯定不正常。稍微欠缺一点、啊，因为那会儿我们刚分班的时候就看出来了。哦，相声班，哎、哦，那会儿是谁啊？这个高峰老师是我们班班主任，嗯，你知道吗？一进班，我当然小的时候就比较出众了。你看看，现在也是啊、哦。那个时候啊，就是一进班，我一看，我说高老师，老师好。高老师别提多爱了，没有那老师不爱那聪明孩子。哎呀，这孩子，这太好了啊！我认你当我干爹。嗨，这孩子。这高峰舔都不知道怎么舔了，是怎么着？什么叫舔？怎么叫？至于不至于见着领导子女就这样了吗？你，是因为这个吗？好吧，啊，反正就夸我，就喜欢我，认你当干爹。哎，这杨向祥跟我后边进来，也跟这儿拎着书包进来，高老师好，哪儿一干？你对你转过去，转过去，脸冲那边，别看我，对对对，别看，吐了。不是高峰看我一眼怀孕了，是怎么着呢？干嘛呀？吐什么呀？谁让你老光着屁股满街跑的？你这没听说多可气呢？不是至于吗？我们这样，你小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了呀，都有证据。您不信，上他们家翻去啊！我小时候那卷子，咱拿出来门门都100分。就是您啊，多废话呢！好，咱这考什么都100分啊！杨向祥是拿不，咱都不好意思拿。我也不错呀，拿着一看，55，
14，0.6，没及格过，-97。你看，你来，我怎么还该人97分的？你说你拿这成绩，你回家你爸能高兴吗？哦，我们天天兴高采烈，拿着卷子回家，爸爸考了100分，多高兴啊！他这回家他敢说吗？不敢说。但是这人有那个斜脑瓜子，哎，有邪性的啊，自己买了一根那个老师判卷子那红笔，哦，回来自己改成绩。好，哎，你看哪一项，比如33，你把这边补全了，改一88。对，哎，你看多好呢，是吧？考一0分，前面加一10，100。考一个-97。画2道竖线，取绝对值。嘿，哎呦，你倒不像退学的，你知道吗？还知道绝对值呢？我退学的时候离绝对值这个知识非常近，你知道吗？您就查，哎，什么时候教绝对值，他什么时候退的学。我踹死你了，就比较近而已，你知道吧？所以他小的时候成绩一直不太好。你别胡说八道，脑子不行，而且不，咱都不这么说，观众还看不出来吗？我们俩往台上一站，一个逗哏，一个捧哏，就是谁不知道那逗哏的是聪明人啊？不是谁给分的呀？这工作需要。有什么工作需要？这脑子需要。你看我们天天跟这儿汤汤汤汤，有什么报菜名，有什么八任瓶，有地理图，汤汤汤汤。我们跟这儿成本大，他好几百句跟这儿背。他什么呀？捧哏有什么词啊？我们词儿也有啊。啊，是。哦。你是我爸爸，对他，我就烦这句，他全是这种语言，这很低俗，你知道吧？哦，低俗都低俗我们这儿了是吧？对对啊，您甭胡说，哎，你师傅于谦那也是捧哏的，是啊是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他是学相声，我扣他当师傅吧，我跟他学的是喝酒。对，你呀，郭麒麟，你都忘了本了啊？我怎么忘本了？咱们学相声时候师傅怎么说的？3分逗7分捧啊，我承认。我绝对承认，3分逗，我们也就占10分之3。对呀、啊，他7分捧啊，1/7，万，你知道吧？剩下那些，你比如说这还占1/2呢，你知道吗？这东西，你还不如一这个呢。那还占1/10000呢，是吧？对对对对，都有他。你要这么说话，你可太损了。关键问题是，哥哥，你就逗不了谁？您没这脑子、啊。你别糊弄观众啊！不是你想，当初咱。当时是你说我听当初我听咱一块儿小学的时候啊，咱是不是都学的是逗哏？学西语学啊学啊，这都跟你们家学。讲普通话，什么叫小啊？小相声。小习学相声，对，学的是不是都是逗哏？是啊是啊，对，你学逗哏啊，我学的捧哏。对啊，后来老师不是说了吗？啊，说让那个麒麟这孩子站在桌子外头吧，让他捧哏委屈他了啊，让贺翔那站在桌子里头去吧。他都跟委屈这桌子了，对，你看看，我在台上还不如桌子呢，是吗？是，这道具也很重要，他跟这儿能站一晚上，你行吗？对不对？你要说你行，把你摁在这儿，你跟这儿接着，你站一宿，你不行吗你？你呀、啊，是不是？再者说，你说这咱俩往这一站，谁都知道谁重要吧？哪个观众不能知道咱俩谁更重要？人主持人都知道报幕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郭麒麟、阎鹤祥。懂，我是一番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废话，主持人也挣你们家钱，那不这么说的。你是没有用，那是侯先生的长子长孙。你看咱这话说多提气，对不对？大男主，你不行，你差劲，你懂吗？你呀，我看出来了，郭麒麟，这点你就是外边影视。有点小名气，回来开始贬损说相声了。我可没有啊，我一直贬损你们，你知道吧？贬损你们还需要在外边有点名气、哎？你太看得起自己了。你要这样，我真给你掰着掰着。咱掰着，可以掰着。你那意思，我逗不了哏，是不是？你逗你也就说说脱口秀，你知道吗？去你的吧！你也就别甭说了，哎，我都看你那节目了。你别甭说了，我都看你那节目了。什么？哎。你这么多年不演出啊啊啊！你上网搜去，我逗没逗过哏？2年前4月11号那福寿全网上那个是不是我逗哏？哪观众查是11号，不是12号？我去，反正甭管哪天，就4月份。好好好，是不是我逗的哏、啊？咱逗过呀。是是是，你别掰扯这个啊！你要说掰扯你逗没逗过哏，那咱不说了。你是逗过，你确实是逗。那就说明能逗哏，什么叫脑子不行呀？那你看观众不知道啊，我们俩在一块从12年合作到现在11年了。嗯，他确实中间老请假。为什么请假呀？他老说出去旅游去，
你知道吗？熟悉他观众知道他自己爱骑那大摩托。你要天天跟着演出，我都出去旅游去吧。不是，我是为了充实自己。那我的相声演员不应该学扎马步吗？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这都得学。嗯，我说你这事儿，你提我干什么？你不是您说怎么了？您说啊。他骑摩托出去为了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真以为这么喜欢大自然？我采风去。嘿，对，还采风？你净喝风去了吧你？嗯，骑人大摩托，动不动老出国。嗯，什么目的？嗯，逗哏去了。对，我骑摩托跟骑马一样，我也得摩托神经，我也弄。对，你这你看没你他这在中国境内没人听他逗哏，你逗哏没机会。我到海外，他对对对，嗯，拓宽海外市场，像什么这个非洲啊。南美啊，哎，南极洲，我上南极逗哏去，给企鹅逗哏，我给企鹅逗哏，讲一讲冷笑话是吧？到那儿去，倒是为这个动物保护做出了贡献，因为他到非洲演出的时候，那个土著都不捕猎去了，知道吧？都跟那儿看他，看他高兴的时候，咱们观众知道乐鼓掌，土著不知道，就拿那吹剑冲着他，你这跟那儿，那是吹我呀，那是啐我呀，这是喜欢你不知道怎么夸你了。你确实逗我哏，有那么一回。你就这么说我是吧？有影像资料。你的意思就是我笨，我就逗不了哏是吧？确实逗，就没人听是吧？确实。你要这么说，今儿当着北展的观众，我再逗一回，怎么样，各位？干嘛呀你这？回来又这么说我们呀？你别跟这煽动群众啊！我没，这是群众吗？这都是观众呢。就你这，您各位什么都不明白，他为什么让他站桌子里头啊？为什么呀？这人怯场。我干十多年了，我怯场，一直没板过来啊。底下只要超过五个观众，当时就尿裤。对，喂，站桌子里头方便呀，他在里头，您都不知道，我们其实这个桌子底下挖了一大坑，知道吧？坑里放了一水缸，他天天站这就开始尿。他出来，我您后边倒没什么，第一排您留神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不知道会不会游泳，知道吗？咱别这样，有在尿里游泳的吗？你这说这么恶心，不是您说这荒诞不荒诞？有这事吗？哪有捅？你多，不是您说这什么报复？这都是什么呀？笑话吗？你敢让我逗一个吗？让逗吧。干嘛呀？真是。行，好，那这样，我给大伙儿托付托付，行不行？哎，你这还差不多。是不是？咱们一年了没在这儿演了。就是。是吧？好不容易头一场，咱不是碰头好吗？不得是？嗯。我给你托付托付。啊，给我托付托付。哎。实在不好意思啊，亲爱的观众，你看一说你要逗哏，你看你人都干嘛去？人都走了，你看，人是赶着我逗哏才进来的、啊。还有这种品位的观众，你看这两位，好，这是你的忠实观众。嗯，那行，那我再托付托付啊。嗯，因为毕竟确实不知道、啊，嗯，我们后台确实也是没有跟他的这个主治医师得到很好的沟通，今天给的这个镇定剂稍微不太够。我抽着风呢是吗？对对对，因为后台我们也发现他好像把那个链子咬断了。确实我也觉得很可笑，对吧？所以没想到他突然是闯上来了，还非得逗哏。所以说呢，这样吧，大伙儿看我面子，一会儿呢他站在这边逗哏，可乐咱也别乐。谢谢各位。得亏我给你托付托付，就这么给我托付啊。来，逗哏吗？这不，你真是，我就不爱瞧这话筒，我是。逗哏啊，走，来吧，开始吧。今儿啊，我给您说段相声。哎，这个相声讲究四门功课，哪四门呢？说学逗唱。没错，说不简单。有这么段话：说花二百钱买一小猪，滋滋喝水，咯巴咯巴吃豆，接着墙头扔出去，滋儿的一声，您猜怎么着？怎么着？死了。你先打这，不是谁逗哏啊？你逗？我逗哏，你怎么那么多话呀？不是，这不都换了吗？逗哏主说，你捧哏没那么多话。哎，你别说话了。不，讨厌，话筒多别扭，你知道吗？今儿我给您说一段相声。这个相声啊，讲究是说学逗唱。这说可就不简单。说个什么？你给我下！干嘛？你痔疮犯了是怎么着的？不是有好多喜欢我的观众就跟这合影留念呢？这不是您得说话呀！你不让我少说话吗？
少说话不是不说话呀，您那词儿啊，嗯啊，这是你是我爸爸，真得说呀。啊，行，好，那讨厌这人。来，情绪都没了，你这。我给您说个、哎，这个相声是啊，说学可嘛，说可、哎，您都在腮帮子上这话。现在不都流行快吗？咱不得快下来。你是不是故意捣乱？我没故意，您不就是捣乱的？哥，你怎么这么不明白我这良苦用心呢？有什么良苦用心？你想，你这么一说，我这么一捣乱，大伙儿注意力都在我身上，不就没人关心你说的好坏了吗？我跟你说，我站直我就能逗哏，你得让我证明啊！你证明？不是哥，你那我们会那段子，你真不能。你说你会那，我什么不会？我们打小学，打小练什么的，报菜名啊，八扇屏，我们都得背。不就报菜名吗？我也行啊。你行吗？来呀、啊！你来！报菜名啊！前面的我不说了，就入后边的贯口。好，看基本功啊！可以，听你的。我请您吃饭，不去。不是，你不去我怎么背啊？我刚吃完了，我吃完了。不是，宝宝现在什么宝宝？你得去呀，你不能不去呀，还得去。去我后边才能背呀。啊，行，去啊，去啊！来，我呀，请您吃饭。我去，不是我请你吃敌敌畏是怎么着？吃敌敌畏像话？我请你吃饭，你得高兴点啊！你不说说这俩字儿就行吗？情绪得到位，我是这样。好，人这是。我呀，请您吃饭。哎，我去，这样吧，您甭说吃，甭说上哪儿吃了，您就把那菜名说个三样五样，我就知您请客这情了。头一道大菜，我请您吃蒸羊羔，这就吃不了了。蒸，我知道你呀没钱。你再摔死我你！一道菜就吃不了了。废话，你跟这儿当当当当背一分钟，到最后白牙童子计，累得跟死狗似的，到最后还是哎呦没钱，完了。人观众跟家要看这进度条，不是就直接他拉过去了。你知道没人看这，谁看这个呀？人拉进度条就拉到这儿，谁说前面表演多精彩？行，不是你到底怎么着？不是太难了，我怎么能证明我能逗哏？我哥，我那意思，你来这个我没发挥啊，对不对？你说你要是说相声，那肯定是一人一对一句的，这我还能帮衬你。你说你这真背一半，你死这儿，我怎么救你啊？一对一句我也行啊，你说什么一对一句的？都子母哏，好，行不行？子母哏，一人。平分秋色的、啊哎、咱哥俩一直子母哏、啊、别捣乱啊，不捣乱了，来正经跟你来，辛苦您的、啊、辛苦不累。昨天我上您家去了，上家不累，啪啪啪一打门呢，打里边出来一人，出来人不累。我一看个不是外人，我们家没外国人，是您媳妇儿啊，我弟妹。弟妹不累，问你说你不在家，不在家不累，我就走了。走吧，我就走了。走啊，我走了。你走啊，你也活动活动吧啊。对，干嘛？子母哏就这么捧是吗？你有来言，我有去语，一对一句多好啊。你就这情绪这人物给我捧是吗？正常啊，我要这么捧你也逗不乐观众，你信吗？不可能。你来开始捣乱，谁不会？来还这段啊，来，别动我话筒，你真是讨厌。你看这观众，这通话筒观众就乐了，你看这词儿啊，这卸了光单谁不会啊？来，你等着啊，等会儿我托付托付。啊，你也托付，来，我刚给你托付完了，我自己也托付托付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这回该我逗哏了啊！不可乐，咱也乐，咱把这小子气死。我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，谢谢各位。好，谢谢，行，给你托付的一样，一样嘛，一样。来啊！好，行，来了啊！哈哈。辛苦您的，辛苦不累。昨儿我上您家去了，上家不累。啪啪啪一打门啊，打门不累。又打里边出来一人，出来人呗。我一看人不是外人，我们家没有外国人。您媳妇儿我大嫂子，大嫂子不累。大嫂子说你没在家，没在家不累。我就走了，走你的吧。出了门去吧，一拐弯，拐弯吧。我看见你爸爸了，看见你爸爸长得跟郭汾阳似的。你看这效果，你看看。
不是您哪位听出这段可乐了？太幽默了！我爸爸长得跟郭汾阳似的。太幽默了！德云社2023年十大包袱得有这一个。去你的吧！真的真的，你这什么包袱？哎，太幽默了！不许打人，不许骂人，不许拿父母老家抓根啊！您这都不上品，知道吗？我要说这郭汾阳，这观众也乐。我爸是应该长得像郭汾阳啊！你看这一闭环，这一闭环。我要就这么拿父母老家抓根，观众也乐，你信吗？不可能！哎，你就说不乐，辛苦您。哎，我来，多上您家了，来来来，上您家，啪啪一大车一人，我看不是外人，这媳妇儿我的，我就走了，我上哪去？我看你爸爸，不能，你爸，我爸爸死了，其实我爸也死了，我忘说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你看你们说这个，来来来来来，敬您来，敬就不来，说人家啥啥啥，打一眼子，打一嘴，来来打，我看你爸，别打，哎哎，我爸爸也死了。你爸爸死了，你怎么这么高兴呢？你怎么？就是死了。你确定啊？对了。捅不捅他能醒吗？不能醒，不能了啊！你那么下本，我怕什么呀？好啊，没说清。嗯，那行，不是昨天，不是昨天，去年。嗨，你早说去年。去年我爸爸死八年了。你哪儿碰见？看来你是人下本啊。嗯。那不是你爸。谁？不是你爸，我看错了。你大爷。哦，您说1米8大高个儿，哎，戴一小礼帽，没错，拄一拐棍儿，对，没事不说话，一说话就乐，哎，我大爷。对对对，我爸爸行大。你爸爸行大，你说这么热闹干什么呀？我说这侯震的大爷呢。好好，你大爷啊，嗯，你大爷啊，你大爷，那就是你二叔，我爸爸哥一个，你三舅。我妈娘家没人。你姨夫？我妈娘家没人。你表哥？我爸哥一个，我妈娘家没人，哪来的表哥呢？你干曾祖？没有啊，没有。这样，你干曾祖太干了，这娘你认一个，你看现场谁像你爸爸？你没听说过？你更认一个，你看都来了。谁也别他跟郭汾阳是吧？去你的吧！我告诉你，郭麒麟啊，怎么？为了跟你说这段相声，我们家3亲6故全死绝了，摩托车我都卖了，我看你碰见谁去？都是在非洲部落让人，也甭说那个，你碰见谁？好，那我碰不见了，那这相声没法说。你不有能耐吗？我再有能耐，我不能送你家复活呀，不能绘图转生啊，我。你这像话吗？我得说谁有谁，说谁没谁，这相声怎么继续啊？不合逻辑啊！哈哈，行，说谁有谁是吧？对，我得说谁有谁啊！行，你说吧，你说谁，我顺着你。说一个，得能碰见啊！啊，我碰见你弟弟了。啊，行，我有一弟弟。有吧？啊，他弟弟长得跟于谦似的。怎么着？得长得像谁呀？幽默吗？幽默。不行啊！冒犯。没有逻辑，碰见不行。我弟弟。多高身脸，穿的什么，戴的什么，多大岁数，说清楚，找着包袱来，观众乐了，这行啊，还得都说明白是吧？多明白，我弟弟是吧？嗯，对，我弟穿的什么，戴什么？你说穿了一个塑料的鞋，嗯，不是，撕了，都撕了，啊，是一个胶皮的大褂，啊，没有，他是真穿一个，对吗？没有钉，不是，他是那个这个光着屁股呢，对，光着屁股像话吗？哎，我在洗浴中心碰见的，嘿。真能说，没穿衣服，澡堂子碰见的。澡堂子，好嘞，好。我弟弟多高身嘞？说他7米7，七哪？他是在三楼，三楼澡堂子，20厘米，二是趴着的。嗯，他是没有，他是那个多少？他不是他在那个床上这搓澡呢。长什么模样？长什么模样？他是那个眉毛在这边啊，不是他眼珠子是一边一个，那是人耳朵这样，他秃瓢没有？他不，他那个行了行，你呀甭编了。我是有一弟弟，你根本就碰不见，不可能活在世上我就碰得着。我弟弟今天才3月，你哪儿碰见？我说的可是你亲弟弟，一奶同胞，一个妈生的。对了，那这事儿就不对了。怎么呢？你爸爸死八年了，你弟弟哪儿来的？对，去你的吧。
你爸爸真死了。哎呀，世事难预料啊，你看。得了，那我今天就不离开舞台了。好嘛，啊，今天登记，嚯，太快了，太快了啊！嗯，得了，感谢大伙儿啊。是，刚才这是一个传统的节目，嗯，哎，叫论捧逗。我叫死爸爸呢，我。像话吗你？观众就记住这句了。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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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。论捧逗，哎，很传统的作品。嗯，郭老师跟于老师之前也说过。对啊，我们哥俩之前说，但说的比较少。嗯，尤其是这两年确实老不在一块儿。嗯，但我哥确实是这么些年一直跟我在一块儿不离不弃的，我特别感动。嗨，你这有什么用呢？这玩意儿，特别感动。我这儿公司交社保的，就因为你看，你多好的宣传，你看没？还一直是吧？带薪休假，你多棒！你看你，对对对，是不是？嗯啊，所以这个其实平时聚的一块儿也不太多，是也不太多，啊啊，而且这个你看，这个郭老师跟于老师其实也好长时间没见面，也老没见了，对对对，老拍戏，你师傅啊，于老师也经常出去，快单飞了，嗯、啊。哎，于老师不单飞，对，那报道上还有我呢。对，也没有，也没有，嗯，都特别好。是，其实要说啊，啊，说实在话，怎么着？我特别羡慕人家这个严老师的生活。您羡慕我什么呀？严老师爱好特别多啊，您给说说。严老师爱好特别多，是、啊、平时什么那个看书，哎呦，是吧？弹琴，哦，严老师喜欢乐器，哦，我喜欢乐器，家里所有乐器都有。呵，好多那个、啊、那个钢琴，嚯，钢琴。钢琴上都是土啊，是怎么着？什么都土，弹钢琴演奏啊？哦，演奏，演奏，演奏。啊，您的手指头就别弄了啊！啊，演奏，演奏，嗯、好多都行。那个什么三弦，三弦，这是三弦、啊。哎，三弦特别黑、嗯、黑怕，特别。对这三弦跟黑怕能一个范儿？不是，他爱弹呀、啊。哦，弹成黑怕了。哎，对，各种乐器。嗯。下棋。哦，下棋、啊。琴棋书画全行啊。哦。下棋，没人跟家研究棋谱。嗯。啊，打个棋谱。跟着研究，嗯，你这下象棋都得看棋谱，那当然，你得学人家那古人下棋的哪步哪步什么的。哦，有局，对吧？人家摆好了残阵，嗯，跟着研究啊，嗯，哎，抄起这个啊，嗯，拱卒，哦，拱卒，拱卒，嗯，拱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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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这是跳棋棋谱。嗨，撂下吧您瞅准了再看。就是都知识都学杂了，跳棋还有棋谱呢，知识都学杂。对你这卒到人那边就算赢，哎、你知道吧？哎，玩儿啊，各种的乐器跟家学。哦，还学？那可不嘛，这不是没事、哦，你下累了你不得来会儿？嗯，打小就爱学啊、哦，学那个小提琴。哦，小提琴好。嗯，小提琴没家里给买，智力投资。哎呦，智力投资。他小的时候、哦、你想想，那是没到两千年。啊，对，对不对？他81年生人嘛，嗯，那会儿估计90年代，差不多。家里头花好钱，哎呦，买小提琴，多贵呀、啊！嗯，孩子在家天天练，咔咔咔咔跟这儿练。嗯，这给人搓澡呢，我这是吗？搓澡是小提琴吗？吓泥了都，跟着咔咔咔练。嗯，有时候这么不过瘾啊，不过瘾、啊，拿下来，摁好了，嗨，直接改木匠了。嗯，接着练。但你说自己在家练这，我估计、啊、有的朋友可能也深受其害。嗯，街坊呀、啊，跟这儿要练各种乐器、啊，你要弹得好了，拉得好了，这优美。嗯，他不行，刚学。嗯，拉那声跟狗挠门似的。什么形容词儿、啊？嘎吱嘎吱嘎吱，没办法啊。嗯，怎么报班学吧？哎，啊，找一老师。嗯，去那儿学吧。嗯、啊，到那儿去，特小，十来岁儿。哎，小，十来岁儿孩子，捯饬的干干净净、漂漂亮亮的，拎一琴盒，兴高采烈的。到时候哪儿去了，特别好。老师说：“哎，同学们都坐好了，把琴盒都拿出来。”哇，琴盒都拿出来了，打开琴盒，哇，都打开琴盒了。别的同学那琴盒里摆的都是一把一把的小提琴。哦，杨洋想想这，叭，打开一看，一把冲锋枪。啊！当时大家都傻了。哎呦，严永祥一看冲锋枪，哇就哭了。啊，哎呦，坏了，出事儿了。怎么了？我爸爸拿着我小提琴抢银行去了。谢谢啊，哎呦，送花的来了啊，要验证码吗？不要，把这花搁着挡着这头一排，是吧？那往后挪一下，挪开一点啊。嗯嗯，现在看得见吗？还看得见啊？嗨，就为看不见是吗？谢谢吧。嗯，
好久没看见各位了啊！是，谢谢你们等我啊！啊，又能说相声了，多好啊！江山父老能容我，不使人间造孽钱。哎，郭德纲、于谦代表德云社向我的衣食父母致敬。嗯，谢谢各位了，谢谢。得嘞，谢谢。哎，您就搁这儿，一会儿我统一拿走。哎，谢谢。哎呀，嗯，您把音箱扛走吧。嗨，拿人东西送礼，这个一晃啊，耽误了有一两年。嗯，没看见各位，没演出啊。这回行了。是高高兴兴的说相声，你就恢复了。您各位快快乐乐的听相声，多好！我们也干不了别的。是啊，这我打七岁学评书，九岁学相声，你看干了好几十年这个做科嘛。啊，我算是七岁就，您是哪年打小？我十二岁。你看他十二岁出马，对啊，我出马像话吗？叫什么？那杀敌去了？我这不是那词儿叫什么？那叫出道，出道。对，他十一号，十二，他十二出事儿，怎么着出事儿了吧？我出什么事儿？出什么？出道啊！出庙，十二岁出庙。我说你说不对了，说不对，就十二岁干这个，对，学这个了。这一晃多少年了？是，我们俩这个交情很独特，是吧？因为我师父跟他师父那会儿说相声就是一对儿，哎，就是搭档。我师父是侯耀文先生，哎，他师父是吐鲁番，哎，吐鲁番。一说侯耀文、吐鲁番，这大伙儿都知新疆去了。您这个，您师傅怎么？我就石富宽啊，折口倒是对您这个，嗯嗯，石鲁番，嗨，石富宽，石富宽，您这时候呗，挺好啊，父一辈、子一辈的交情。对了啊，老哥俩一块说相声，是到我们小哥俩也一块说相声啊，就是父一辈、子一辈。我听了一消息啊，说您单飞了，那都是他们传，哪有单飞呀？这个前些日子啊，于老拍戏去了，对，结果我们那几场演出于老没参加。是我一上网一瞧，人好多人都说于老师已经单飞了啊。他们瞎传，嗯，我就劝自个儿千万可别说话。您要说话，你看，于老师啊，单飞了，这开始来一回。是，我要一解释，人家啊，郭德纲昨天说什么什么，又一回。过两天你参加演出了，人家哎，于老师出来了，一个故事能吃我三顿。哦，我不能搭茬啊，让他们吵这个。于老师不是那个单飞的人。哎，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话。不，您就别说这个了。因为我们哥俩这个，我们两家好的都不能再好了。是是，我们两家这是一家人，几乎算是，对吧？嗯，我们哥俩合作得有二十五六年了，得有吧？差不多二十五年。嗯，我认识嫂子也二十六年，等于是吧？你算比我还早一年呢，您这个就说咱们这个交情，这骨肉一样。啊，咱们是一家子。我说相声台上站着谦儿哥，我心里特别踏实。啊，这搭档吗？每一句话不会掉在地上啊，都能接上。哎，就好比说，夸我有一盘子，啊，我往哪儿扔，他都能过去。也别扔太远，没有这么打比方的。您这就是好哥们儿好成这样，是吧？其实最让我敬佩的是谦儿哥的人性。哦，我人品好。合作好几十年了，没翻过脸。啊，我们没红过脸，他也没有说哎，这吵架闹什么，从来没有过啊，不拌嘴。你们是不了解他，为什么说谦儿哥有时候一说还出去喝酒去了，一天赶八个饭局，嗯，就是因为人家这个人缘在这儿，都是朋友嘛，没见过这么好脾气的人，是吧？真的啊，我就亲眼看见过啊，在德云社小剧场演完了，晚上十一二点了，嗯，陆陆续续往外走，哦，于老儿。打我们那后边小胡同那儿，嗯，下来一走，对过来四五个大高个，哟，走了谦儿跟前儿，啊，就打上了，一大嘴巴，咣，还一拳，啪，一脚，啪，还打，摁住脑袋，呸，干嘛呀？这是，怎么那么恨我呀？这个打了四十分钟，哎呦，最后这帮人给于老师搀起来，哦，哎，于老，那你是搀起来，已经起不来了，哎。为首的这大个儿拿手一指，嗯，你看怎么样？那有摄像机，做节目呢。哦，你看于老师，做节目呢，没事儿，
我也太浪了吧，我这个做节目就愣在打四十分钟，我就不愿意。不是，品性好，我这有点过分了，我这个善良，善良 啊，嗯，这回又跟谦哥站在一块儿了，我这种高兴是你们体会不到，都一样高兴，真的啊，我、嗯，我发誓，怎么着？我立个 flag， 您这怎么了 ？flag， 我不懂，我不懂。哎呀，啊、哎、，flag 你不懂啊？啊，您解释解释。我也不懂。嗨，不懂您瞎说什么呢？就好像类似启示吧，是那意思啊？啊，我看人过生日经常点上蜡烛啊，提个誓吧。这没听说过，这许个愿吧，人呢，起个誓干嘛呀？哦，我以为就是闭上眼起誓啊。许愿。许个愿啊！您先说这 flag 是什么玩意儿 ？flag 也是立一个标杆啊。flag 就是，我看 flag， 国内哪个省方言好像都有这个哈。怎么呢？是吧？北京人 flag 啊。哎，我看岳云鹏也说啊，我立一个 flag。哎，嗯，这外国人来都听不懂。反正就是又不要起个誓了。您就说您要干嘛吧。给自个儿立一个标杆。什么标杆？就是这次跟于老师又能在一起说相声了。是。春暖花开，万事如意。嗯。这次我在台上，我决定我嗯，再也不提于老师的家人了。哎呦妈，这个不容易，你看。哎呀，我这心里痛快。不该说的不说了，这就对了。不该提的不提了，那好，不该去的地儿不去了，早就应该，谁再去谁是小狗，你看这是 flag 了，你好不好？哎、嗯、我不会再提你父母了，哦，因为我已经意识到是我的问题了啊。您错误，因为在这个舞台上您的父亲出现的次数太多了。那倒也是，嗯，他也不怨我，关键是你说说谁呀、啊、哦，说别人人家不得弄死我是吧，就剩我了啊！你就只能说自己人、啊，现在说自己人也不行，不行吗？这就很难。要不以后就每次演出之前，观众们你们自个儿说啊，我说我爸爸吧，哎呵，然后你上我这来立个 flag， 哎嗨，我给你来蛋糕，你起个誓，保证不翻脸，我就说你。别提这个了。也确实有相声界的前辈指责过我，说过您吗？你干嘛老得提于谦他爸爸呀？哦，有中国相声150年了、嗯、你听着还有谁提过于谦他爸爸？凭什么都提我爸爸呀？他们这谁捧哏提谁爸爸去啊？哎，人家不是不懂，人家就希望我好啊、哦、劝过您，但是他们是不了解、啊、我上于家去，其实我们好着呢，是我们两家很好，人家家里边那个他老爷子他母亲人家没拿这个当回事儿，他不往心里头去。去老爷子还问了，就是又提我了吗？哎，也没有这么欠的。还问什么？还问有新作品吗？我又叫什么名字了？没听说过。我又换新的工作了吗？别打听了。嗯，那个老爷子，我说句实话，我看见他父亲跟看我亲爹没有区别，就是好奇心有点强啊。嗯，那他们老太太也是，就跟我亲妈一样，是吧？老太太哪儿都好，我每回就是，嗯，有时候他们弄点什么是对身体有好处了，什么补品，我就告诉我给老娘拿去。哦，老太太有点贫血，老惦记啊，别的没有，老太太太可爱，是吧？贫血，我得吃点补血的。嗯，没事就吃枣，枣补血呀、啊。血，哎，嗯，血豆腐，啊，这都是啊，红果，啊，哎，吃红果。对对对，那个什么红瓤的那个白薯，啊，这红色据说都补血、哎。火龙果，啊，那也补血。哎，啊，供关二爷啊。啊供关二爷，反正这沾红就算呗，是吧？啊，他太迷信了，这就这么个可爱的老太太。哦，他爸爸更可爱，是吗？我是不能说呀。您还少说了，您刚还 flag 呢，您这 flag 啊？你们要上家去，你看他爸爸第一眼，啊，你就会爱上这个老爷子。其实这刚开始，真的。每回我带你们去一趟啊，一进门你准乐，瞧能瞧什么呀？哎呦，这个老爷子，其实老头挺有身份，是吧？但是在家里边平易近人。那家里边那可不是。你说这老头在家，他就穿个小吊带儿啊？没听说过，老头穿一小吊带儿啊？你这个人呢，我觉得你有点龌龊了。你我很多时候不是我的事儿，都是对方的问题。是你怎么老头就穿小吊带儿？我也穿过呀。你也穿过呀？什么玩意？好多老爷们儿跟家，咱都穿一吊带儿，怎么的了？哪儿就吊？就那个白色的啊，这两边有带儿，弄下来。我给你普及一下啊。好的，这叫跨栏背心儿，知道吗？
不叫吊带儿，我就不叫吊带儿。对了，跨栏吊带儿，都跨栏了就别吊带儿了，你不重要。跨栏背心儿，跨栏背心，对，就是你看，哎呦啊，普天下多少个可爱的老爷子，就摆了一块儿，一定有他父亲那样的，哦，平易近人。是吗？啊，我上家去，我一看，好家伙，桌子上放这么一大摞什么日记，写日记，能写日记并且坚持写日记的人都是了不起的，啊，恒心呐，啊，嗯，我说您，咱哪天开始写的啊？87年，哟，好家伙，嗯，能看看吗？嗯，戴手套，我妈还戴手套啊，戴手套才能摸他的日记本啊，就讲究，戴手套拿他的本嗯，1987年，嗯，3月2号。哦，今天开始我要写日记，好，记录一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。是，真好。嗯，2004年我释放了，我又可以写日记了。我好家伙，这关进去了，这个，就说当这儿就停了这么一段时间。干嘛一段时间呢？不写好不好？不是，不是不写，是因为工作繁忙。是，都进去了，还有什么？哎，你瞎说瞎，你看好多话都是你们自己人说出来的。这倒赖我们了。他怎么他父亲有身份啊，银行行长，是以前做这个工作啊，一直他爸爸儿童银行行长。儿童银行行长，对，有这银行是吗？儿童银行行长，哦，每天哎呀上班的时候老爷子那很认真的，各个部门都认真一点，哦，他还教育也不要偷懒。是，现在咱们开始演习了。怎么演什么习呀？银行啊啊！万一有歹徒进来抢银行呢？谁抢儿童银行啊？你看，就说这意思来啊！开始要演习哦。如果进来人，咱们要先卧倒，好吧？那是。赵姐来啊，躺我这儿来。对，嗯。孙姐躺这儿。啊，刘姐快来！叫行了，啊，躺这儿。蹦什么呀你？你躺这儿，我躺你们旁边。你起来吧。这是演习呢吗？这个早晨8点上班，躺到下午5点半。好。上这儿补觉来了，你啊，了不起的老爷子！哎，老流氓吗？这不是？我要去举报你！哎，好，他倒举报我了。我学会这招了。嗯啊，正是因为有这样出色的家庭，是这样了不起的父母，啊，才会轰了，生了这，疯了这个，生了才会生了这样的好孩子。哦，就是我，在我眼中，于老师没有毛病。哎呦呵，哎，也不能这么说。还在往回收的那些话，突然想起来了啊！金无足赤，人无凡人。您就够烦人的，你金无足赤，人无完人，人无完人，这倒对。于老师基本上没有缺点，但是有一个特点，我得说说。那您说没关系，我能说吗？这没有什么不能说的。我同这么些人，这还特点，怕什么啊？你看我还没说呢，啊，有人报告去了，嗯，啊！嗨。不至于，于老师啊，有一个小小的特点，什么特点呢？洁癖。嗨，这个不算毛病啊。嗯，就是，我不知您哪位了解这个啊？洁癖就是洁，清洁的清，嗯，癖什么？癖好的好，没听说过。洁俩字儿一个也不对。洁癖啊，嗯，洁癖清洁的洁，就是过分的爱干净，那就是爱干净嘛。对着后台。嗯，演出之前吃点饭吧。是，也没什么正经，甭管是盒饭的，弄个面条啊，吃吧，吃吧。于老师啊，嗯，只要是拿起筷子一吃饭，是，我就得赶紧告诉周边的人，啊，都躲开那儿，躲开那儿，别过去，好干净，过来人都不成。你往跟前来，他就翻脸了，就急了，就过分的干净。哦，啊，怕人脏。你有的时候我不在，嗯，就有那个孩子呢，不知了轻重啊。于老师端着碗啊。正吃呢，是他过来了。嗯，您吃的什么呀？问一问吗？在别处，这个不叫事儿。是看一眼，嗯，您吃的什么呀？看看吗？他翻脸了，我呢？啪！干嘛呀？这是把这饭就扔地上了，不吃了。孩子就傻了。哎呦，我就得赶紧走，赶紧轰走。再告诉你们，去，别来人，都轰开了。是，谦儿哥自个儿这儿，嗯，还运气。断了，不依不饶，嗯，我趴地下吃去，啊，我这叫洁癖呀，啊，我吃地下那个，好干净，这不是好干净，这就是跟狗抢食呢，这是，
早晨一睁眼啊，于老师自个儿得忙活仨钟头。我都忙活什么呀？这一睁眼啊，起床之后啊，于老师啊，啊，先弄头皮屑。有头皮屑。哎呀，要是有一点儿，这一天就难受死。哦，必须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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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哗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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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我的妈呀！你洗一洗好不好啊？打抹干净，前后照镜子。哦，没有，没有头皮屑，这算踏实。行了，哎，然后呢，揉这眼屎。哎呦一个！哎呀，小煤砖了都！哎呀，掏耳朵，啊，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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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忙活这么半天呀、有一把水就都过来了，咔咔，嗯，掏完了，哎，听见了，嚯，掏通了，他听见嘞，我以前听不见，合着，哦，行，挤着黑头啊，哎呦，本儿本儿本儿，哎呀，挤黑头，嗯，照镜子一看，鼻须太长了。毛，哎呀，哎呀，哦呵，哎呀呵，我这洁癖是打今儿刚开始的，是吗？我昨儿干嘛去了？哎呀，刷牙，啊，这是正常，刷四十分钟，好家伙，刷四十分钟啊，刷完了拿镜子照着，嗯 ，K 这牙结石，我要天天这么刷，哪有牙结石啊？搓脖子后边这村儿，哎呦。哎呀，这仨小时完不了啊！这个胸口这有仨粉刺，干嘛呀、滋，好家伙，挤一个哦，滋，又挤一个，这个不能挤，为什么？这还没熟呢，没长白头呢。哎，拿笔写上，嗯，我等你哟。嗨，你跟他拿什么约会啊？跟着。找一根牙签来啊，拿牙签嗯，踢指甲缝里的泥，哎，挨个踢，踢干净，嗯嗯，一边干净。哟，怎么？左手有一个猴子，哦，得 K 吃会儿啊。哎呀，哟，右手有一扁平疣，那怎么办呢？拿小剪子咔哧咔哧咔。你有剪子剪鼻毛多好啊你！这都用不对地方，你这。拿粉擦嘎着窝，哎呀，擦嘎着窝，嗯，哎呀，我是住在沙漠里头了，就没水是怎么着 ？K 肚脐眼儿，全毛病，肚脐眼儿得干净，坐这儿算日子，嗯，哟，怎么仨月了？怎么了？该换裤衩了？呵，哎呦，仨月一换呐，换上裤衩就觉得神清气爽。那是，嗯嗯，搓这磕膝盖上这泥儿，咔，磕膝盖都有泥儿，搓。哟，怎么？这腿上前两天有一口子，哦，这两天长好扣杆了，啊，接嘎巴了，这也得弄下去。呵，啊、哎呀，什么自个儿给自个儿找罪受，高兴。嗯，拿小搓搓脚后跟，哎呀，哎，搓圆圆的，嗯，给灰指甲上药，给灰指甲抹药，嚯、哦。我完了，自个儿坐着想，还有什么？裤衩都换了，袜子是不是也可以换？这还想什么呀？直接换不就完了吗？换袜子啊！脱下来的袜子、裤衩叠好，对，放衣柜里头。我不洗呀、啊，这仨月了，仨月之后就没味儿了。好，这自然风干。哎，端起杯来啊，蹲蹲蹲蹲蹲蹲蹲，喝点水。哎，嗯，有问题，怎么办？我明明喝了足光散，为什么脚还有味儿呢？嗯，那玩意儿是喝的吗？那个，就是这么一个性格的人。我这怎么个性格呀？这叫哪儿都好，就是有一点点洁癖。我这叫洁癖呀、啊。平时出去啊，你看他们出去吃饭啊，干嘛去？我老劝他们，我说你们别带着去。怎么？带他吃饭，他也受罪，你们也受罪。我怎么受罪了？真的啊！我你看我吃饭，我从来不叫他，是吧？他吃那玩意儿也隔色。我你看他吃披萨，他吃那边儿，哦，那面多；吃包子吃那皮儿，啊啊！你吃烧麦吃上面那花儿，哇、哦！吃面条得吃粘在一块儿那面疙瘩，煮完他吃那个。我吃俩馒头好不好啊？
吃饺子得煮完之后搁两天上锅再腾腾三回都烂了吃那个。我这什么口味啊？啊，就是一个很与众不同的人，各色。但是有时候有个什么群体活动要不叫他我还受不得啊，就落下我不行。我就哎呀，哥俩好吗？是是是。那回就是吃农家菜，哦，我心说农家菜我得带着他呀。是，你要说北京城里边吃个川菜粤菜什么的，这个不叫事儿，很容易。农家菜还好一点，是新鲜，嗯啊，有点什么拌个野菜呀、啊，新鲜的东西啊，尝个鲜儿的，我就必须带他去。嗯嗯，带他去，其实我挺后悔的。怎么了？他事儿多呀，洁癖啊。好，打进门就问，嗯，筷子干净吗？哦，这得挑一挑。人家农家菜老板啊，您放心放心啊，你有矿泉水。哦，碗干净吗？那也得看呀、啊，有矿泉水啊。是，盘子干净吗？问的，哎，有矿泉水，您放心啊。行、哦，这才吃。哦，吃完了，站人院里边，嗯，哎，农家菜嘛，人家小狗跑过来了，围着他转啊，最喜欢小动物，我喜欢这。哎呀，跟小狗玩，嗯，小狗也跟他玩，咬他的裤腿。那是农家菜的老板出来喊那狗，是是，矿泉水过来、啊，矿泉水，这狗叫矿泉水啊。那干净都是他舔的，是怎么着？十分钟之后，于老师就反省过来了。十分钟，狗叫矿泉水啊！刚才盘子是你舔的吗？我问他有什么用啊？急了啊，趴下了。哦，咬那狗去。我跟狗打起来了。好家伙，狗也咬他，他也咬狗。哦，到最后狗都撒嘴了，他还不撒嘴。啊，我不服啊！那错不了啊！凭什么不撒嘴呀、啊、我？农家菜老板过来赖半天呢啊，才把狗给救出来啊、哎、好嘛，把狗死我手里了啊。起来之后于老师真急了，是吗？觉得不舒服。哪儿不舒服？这个玩意儿，这你就这条件反射吧啊。他马上觉得那东西脏。我觉得什么东西脏了、啊、刚才盘子碗筷子狗舔着啊，这一难受一较劲坏了，肚子疼啊，闹肚子了。嘿，嗯，厕所在哪里？哦，这要去厕所。你说老板，你看那儿就是啊、哦。哦，哎呀，赶紧难受了，推门进去了。嗯，进去先看干净不干净，这也得看。哎呀，这门把是有土。哎，掏湿纸巾给人擦门把。啊，这跟门把没什么关系。哟，这不就窗台也脏啊？我跟嗨，我上厕所看窗台干嘛呀？哎呀，不是啊，赶紧吧。这边还有个窗户。哎呦呵，好的。都擦干干净净的了，看不得这个，这才拉着厕所这隔断。哦，坏了，怎么了？马桶坐便，坐便不行。怎么呢？脏。哦，他习惯是蹲便。哦，哪儿都不沾，掏湿纸巾先给人擦马桶。我不上，我擦什么呀？我这干净看着就难受啊！哎呀，洁癖啊！哎呀，受这个罪。哎呀，嗯，擦干净，嗯，出来啊，拉开旁边这门。哦。马桶、哎、我呢拿湿纸巾，我就是给人擦厕所去了。我哎呀、啊、不行，肚子受不了，这赶紧吧，拉开这个这个蹲便，赶紧上，高兴 啊赶紧进来啊。嗯，这个有一特点。什么？它这里边啊有那拉手门把啊，但是没有插销，这也不成吗？不行啊啊，先掏湿纸巾擦这门把。哦，哎，把门把擦干干净净的。嗯，解裤子蹲好了，是，吊着这门把，我怕人拉门进来啊、哎，就怕别人拉门。那是，就这会儿功夫，嗯，人家老板来了。哦，啊，哎，开不开？你活汉，嗯，活汉。哎呦，这个怎么着？哎，于老师呢？啊，我在门上挂着呢，你这儿说吧。我这使这么大劲，他使这么大劲拽，可不是给我拽出来了吗？于老师在门上啊，嘿好，我还不光拽着，我还盘着呢，跟这儿。哟、啊、哟，啊，于老师啊，忘跟您说了，怎么着？这厕所是收费的。哎啊，一块钱一次。哦，于老师气坏了。那可不嘛，打门上下来。嗯、啊，痴心妄想，干嘛呀？你要早说，嗯，十块一百块也行。对你。我就别跟人讲价了。你现在说你就叫欺负人的。哎呦，我不是舍不得给你一块钱啊！你们这种做生意，你啊，
哎，找地方坐下来说吧。老板很尴尬，是吗？于老师慢走。哎，这轰出去了。您垫着点脚。干嘛呀、啊？要不我们还得擦地。嗯、哎呦呵哈，太恶心了！您这打这儿出来，气坏了、嗯、啊！再也不来了。那还来什么呀？你等我再来再说。哎呦，要上车。嗯，我可把他拦住了。干嘛？你不能上车了。不让上。你会连累我们的啊！凭什么不让我上车？就是啊，咱们是一块来了，就得一块回去。没错。三说五说，这个地方就是郭德纲的不对。哟，您怎么了？我这个脾气也上来了。哦，呛呛了。不是你，哎，还姓于的，还哎，这干嘛呀？打上了，给谦儿哥来一嘴巴。哎呦，上车，关门，走。您自己走了。我们走了。哎呦。其实这个事情是我人生中一大污点。您这动手就不对，真的，这是到现在说我都觉得我脸都发烫，真的不好意思了吧？我们走那会儿是下午5:20，我是吗？到家9:30嘛。我，您开车走好几个小时？对。那我呢？你就走着走，我走着回去。因为我们吃饭地儿是在河北省。哎呦，河北省啊！啊，回家之后，我自个儿坐那儿想，我说这事我办的不对。是吗？老话说的太好了。怎么说？冲动是蘑菇。嗯，是蘑菇。是什么？冲动是魔鬼。冲动是魔鬼。我怎么这样呢？是不是？不应该、啊。哎呦，我得上他们家道歉去。哦，我得上谦儿哥家道歉去。还想起道歉。一看表，好家伙，这会儿已经夜里11:00了。哦，那我也得去啊。是吗？上于谦儿家去。嗯，当当当一敲门，是嫂子在家了。哎，我呢？你在道上了？我还没走回来呢。我开车开4个钟头，啊，我还道上呢。你正往家正溜达呢啊！我还不着急，我上家道歉去。是，哎，嫂子看见我了。啊，不说不来吗？谁来谁是狗，啊，是不是你说的？嫂嫂，什么这哪儿的称呼？哎，嫂子是不是嫂子？嫂子咋做什么意义啊？你这礼貌吗？啊，嫂嫂，嗯，叔叔，哎，叔叔，这怎么称呼？这是我就看电视剧，就不用按照电视剧那个。谦儿哥在家吗？哎，就直接问，不是你给弄走的吗？对呀、啊，我来道歉来了。哦，进来吧。道歉吗？这个不重要啊，不重要。什么什么？怎么哪儿就不重要啊？就说我上道歉，说我这心里话。嗯，这会儿谦儿哥正从河北省往北京走呢。你把我扔那儿了吗？万幸呢，就是在河北省吃饭的地儿正挨着永定河。哦，我还能沿着河走，他认道是顺着永定河就能回北京。是，就这一道打车也不可能，没人让他上车呀，多脏啊！啊，走走走，嗯，终于走到大兴。啊、哦，大兴进了北京界，嗯，于老师想，是我应该在河边把裤子洗了，我就能搭车了。我在河北走这么半天不洗，一进北京我想起洗裤子了。家乡的水呀、啊，对，那也是这儿流过去的啊。嗯，洗吧，啊，来洗，洗完之后回家啊、哦。一进门呢，哎，嫂子刚给准备了早点啊，走一宿啊啊啊，坐着吧啊，回来了。累坏了吧？是啊，还行还行，嗯，吃着喝着啊，突然间谦儿哥想起来了，是这个事儿是我的不对，谁的不对？哎，列位看见了吗？啊，谦儿哥自己认为这个事情是他的不对，我是怎么分析自己的这个？郭德纲打我，我要是一躲开，不就没事儿了吗？你瞧我这个人还是好啊，我对不起朋友啊，我啊，我对不起我哥们儿，我没躲，我要去道歉。我要找你道歉，列位，就这句话值金子，是吗？人家挨打了，人家要来道歉，值金子呀！我要学一学古人负荆请罪。我哎，战国时候齐国负荆请罪，齐楚燕韩赵魏秦是赵国廉颇蔺相如将相和，哎，就是这么个故事，就是老将军廉颇要讲自己啊，背上背一个荆条，对，去道歉，是我得学他。我得负荆请罪、啊、吃完了早点了，谦儿哥准备去负荆请罪了，不闲着，哎，就穿一裤衩负荆请罪，负荆请罪得光着膀子背着荆条让人打呀，
是啊，哎，所以说没有荆条，我出门找荆条去，现找荆条，现找荆条，哇、哦，穿一裤衩，于老就上街了。那我干嘛？我裤子都不穿了。你看，虔诚，列位啊，十二月的北京是多凉啊，冬天呐啊，我穿一裤衩出来啊啊，这一出来啊，直哆嗦。那是哆嗦啊，哎呀，是。静静静静站，站站站站静，静静站站站站静静，如临深渊，如履那刨冰，恰好似凉水浇头，怀里抱着冰，又好比数九寒天降大雪，西北风刮，身穿单衣，我这周身上下是怎么那么样的冷？嗯嗯嗯嗯嗯、谢谢老铁，点个关注，谢谢。哎、我就别直播了。冷，我这还带着直播呢，我这个光着膀子，一条小裤衩啊，我要去找荆条，没有还想着呢，没有荆条怎么能背在身上负荆请罪？是啊，荆条啊，就是编筐的那个玩意儿，这是荆条吗？编篱笆那个是那个荆条，对，那个一般春天秋天好找，是到冬天其实不多找，没有了啊，没有找，哎呀，就哆嗦，嗯，对面来大姐哦。哟，这不是于谦老师吗？我还认识我。你好，我是相声演员于谦。我就别自我介绍了、啊。我师父是石富宽。嗨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。行，别客气了。不是，你怎么光着膀子？你干嘛去？啊，我要找荆条。哦，我你找什么也不能这样。哎呦，我也没带着富裕的衣服。你的衣服我也穿不了啊。啊啊！那大姐真是好心眼儿。是吗？打开包。这个给你吧，糖糖寒什么玩意儿？丝袜。哎，这玩意儿能糖寒吗？这个于老真听话啊，哆里哆嗦套到脑袋上了。我丝袜套脑袋上了，这就好多了啊，暖和一点是一点啊、最起码熟人看见不知道是我。哎呀哈，对，丢人现眼，别丢的云似的。大姐，哪有那个荆条啊？大姐说，我哪知道啊？您上前面高台阶那儿有几个保安，您问问吧。哦。于老师来上高台阶儿，嗯，几个保安就过来了。是，说怎么了这是？啊，你干嘛？哎呀，我要荆条。嗯，几个保安就愣了。啊，还有金条。啊，金条在库里边呢。我谁让你来的？大姐，大姐，您说清楚了。说不清楚了啊！他想说大姐哦，保安听成打劫了。哎呀，打劫金条对上了，什么叫对？打他！哎呦，几个保安叮咣叮咣，这种打、啊，嗯，打完踩在地上，请行长。哦，这行长正在地上躺着呢。赵姐，你往那边挪一，我就别挪。孙姐，快来呀！行了。哎呀。我跑步我爸爸银行那儿去了是吗？这给行长拽起来哦，行长才来，怎么回事？嗯，来打劫的了啊，不是要金条、啊、哎哟，嗯，儿子啊，认出来了，儿子这才扶起来啊，一问是这么回事。哎呀，老头说，嗨呀，你咋费那个劲，那个谁保安小赵啊，把你那胶皮棍给他一个就得了啊，拿胶皮棍棍儿啊，对，拿这不一样吗？让人着了、打你两下出了气啊！啊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！啊、哎，赵姐，我来了！哎呀，哈、哎，拿、啊、我这对付呢。于老出来了，嗯，出来拎着胶皮棍儿，嗯啊，上哪儿找郭德纲去？啊，这回找你了啊！嗯，问问吧。嗯，他待这地儿正是北京使馆区，或到使馆区，北京城三个使馆区是第四个正在建哦。这三个使馆区大概100多个国家的大使馆是于老师。挨家的问，敲门，嗯，讲我是谁，我要干嘛，嗯，就我这丢人事儿，这回连外国人都知道了，是，全世界几乎都传差不多了啊，影像都过去了，那是、嗯，最后这家出了一个送菜的车，哦，于老师认识我，我是您的粉丝，哇、哦，您上车吧，啊，这您这怎么了？上车啊，人这车是往怀柔拉菜的，啊，哦，在车上拉，您干嘛？我找郭德纲哦，哦，你不那您有目的没？没有哪儿人多，你给我拉哪儿去？哦哦，那合适，我上怀柔赶集买菜去。哦，大集上啊，大集人多啊，走吧。嗯，拉到怀柔那集是北京紧北边啊，哎，墙那边就是河北省肃宁县啊。我又回去了，我又、啊、一下车到这大集，于老师可乐了啊！哦，这儿人多，太好看了啊！
西红柿一块钱一斤的，我还是便宜。哦呦，这搪瓷盆两块。哎呵，就别说价了。哎呦，这还有笤帚呢。我们小时候家里都有笤帚。我浪不浪啊我？大冬天穿一裤衩跟人砍这笤帚价去，每个摊儿都转了一遍。哇，大伙儿说没看见郭德纲，是我赶集去了也啊。有人说您不应该来北边的集，为什么？应该上南边的集。南边怎么了？南边离着天津近。哦，郭德纲是天津人呢，那倒对，保不齐他回天津了。说的有理。谦儿哥乐了，嗯，拎这胶皮棍儿，哦，由打怀柔奔大兴，你瞧我这形象，嗯、横穿北京城，阅、尽人世间的繁华，走里头，人净看我这繁华了。哎、那是，啊是，简短结说，哦，一路无书，嗯，这一路书多了，您这，您就到了北京锦南头大兴，哦，到大兴了。那个集市在榆垡。啊，那儿有个集，榆垡就挨着永定河那河边儿。哟，我刚打这儿洗的裤子呀。于老师乐了啊，永定河，我认道儿，感觉太开心了。我认识了，正开心呢。嗯，这边来了好几百人。嗯，马拉松跑步的啊，有运动。哟，好几百人就把于老师裹在队伍里边了。是啊，一块跑吧。哟，跑到一块显出来这个服装一点都不违和。怎么呢？都是背心裤衩。我没背心儿，嗯，我就一裤衩啊。但是您还有胶皮棍呢，那干嘛用啊？哎，跟上，跟上，跟上，快！嗨、哎，往前看脚底下。哎，行了，行了，前面有树啊，往右拐啊。哎，对，我给指道呢，我认识。太开心了，嗯，跑吧，啊，跑来跑去三个小时就不叫事儿了，这热暖和了。一边跑心里边难受啊，啊，怨谁？怨谁？就怨农家菜那老板。怨他了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能这两天闹这么一踢吗？那倒是，有朝一日让我瞧见你，我得跟你没完。那倒是，正跑着呢，一看，哟、嚯，怎么样？前边就是那农家菜，我又回来了。走进跟前瞧，墙上贴张纸，写的什么呀？一看这个纸，把于老师气坏了。怎么写的呀？打今儿起，厕所不要钱了。我去你的！下面请您欣赏论捧逗，表演者郭麒麟、阎鹤祥。